台联哈，今天侨先扩大服务，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地方的乡亲父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台联希望将来在高雄市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来回馈哈。这一次有这么多的我们的南部的乡亲对台联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因为台联在这一次的那个政党支持度，我们拿了13%，二十几万的选票是在全国最高票。那我们的黄坤辉主席也特别交代，我们一定要在高雄设立党部，好，然后扩大服务，来提供更多的这个我们基层选民的一个服务。哎，这是台联目前想要做的。那台联也希望将来，尤其是在2014年吼，能够推出优秀的候选人，哦，地方的民意代表。那进而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能够让本土的力量再一次集结吼，协助吼本土，然后能够重新那个拿回政权，还台湾人民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台联未来想要做的，谢谢。台联现在的党部在哪里？顺便讲一下。台联现在党部设在自由一路220号，好，也就是自由跟同盟的交接处，在高一旁边。好，虽然我们的地方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嘿，对我们因为台联吼曾经跌倒过，那台联。在过去哈最没有资源的时候，到处碰壁，政党的补助款一毛钱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老百姓为了三餐哦在遭窘，哦，或者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一种心情，台联最能够体会啊，所以说台联最贴近台湾的这个民意，那台联也希望。能够本职继续然后坚持本土，好，关怀弱势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 slogan 哈，进步国家，公平正义。那我们是一个平民政治，我们也会用理事的方式来跟所有的这个这个不管是政府机构或者是民间，好，尤其是选民，我们都用理性的方式来对话。谢谢。他太虚假的讲道理哦，百姓拢 Q 啊！你看，做金以后拢买条怪啊，身体健康，食百里必变球。也不错，我去学了韵律操、土风舞和社交舞之后，身材变得更婀娜多姿。你跑右手卡成顶扣扣都不用去整形，而且找到了我的人生的第二春。很紧，刚好发挥我所长，更加精进。我现在不像以前一样只会拿花篮，我会艺术造花，还会种树栽花，弄一个都会公园是小 case 啦。学得会英日语以后，现在说得下下叫，可以去当外交官的，也可以去爬金丝鸟啦。自从我去学唱歌之后，现在也不吹笛子了，每天麻在卡拉 OK 爱杯叫母。未来我一定可以当歌星，下个周杰伦就是我了，哈哈！哎，以前的年代，大家拢无读什么册，也唔捌字。今麦我有去学国台语，会当一长夙愿耳瞎哩。八宝的，我们快去会见王母吧。王母娘娘驾到。
你们终于到齐了，而且八宝具足啊。启禀王母娘娘，这次慢来接驾是情非得已，我们是去遇到啊。你们不用说，这一切我都知道，其实是本座命令东海龙王兴涛作浪，因为八仙这些年逍遥天外，不问世事，主要是让你们去体悟百姓的疾苦。现在已迈入21世纪，台湾越来越趋向高龄化的社会，所以长青长辈们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你们更应该要去学习去了解。这一次只是让大家试一下水温，未来本座还会派遣你们再入红尘，救众生于水火之中，共创弥勒家园。好了，八仙齐聚，八宝和合，快与众仙家至瑶池开99蟠桃大会吧。哈哈哈，谢娘娘。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永远不老，长青学院加油加油加油，台联台联台联加油加油加油。陈伯义代有注意，各位贵宾大家好，我贵宾的都无点名哦，因为今仔来拢贵宾，唔免点名。啊，咱拄只呢，迄个主持人咧讲的，讲马英九含做里长的资格了无吼？其实也唔是啦，其实马英九上适合做，然后做一个科长。真正伊咧做，即有真侪人讲，伊咧做的代志就是一个科长的地位啊。啊，所以。有啦，有到里长，我哪会当去做科长？啊，咱拄只有真精彩的节目诶，有发生过爱吼。啊，即摆大家看到咱有煞，啊，是毋是讲有咱搁去演落吼？啊，我袂晓演啦，啊，演发生我袂晓演。但是哦，会晓讲一件啊，即个李洞宾的代志。即李洞宾呢，伊有一天撞到一个人，瘦啊，搁病，真伤心呢。伊路边咧坐。李龙斌也问讲：“啊，你是甚物来伤心的？”讲我作善，讲无问题，我帮助你。伊镜头记咧，是咧在老早变金的，点少现金。伊看了欢喜一个，对，袂嘛搁摇头。李龙斌奇怪，啊，这个摇头，这个变金的你还搁无满意？讲啊无咧，搁记咧一座山，我变金啊山，看了头欢喜一个尔，尾啊看了搁摇头的。伊讲，这个人一座金山，你食过人地，你还佫无爱？啊，你是要爱啥？伊讲，我敢若爱你迄个枕头安尼嘛。啊，所以讲吼，这里同面个要甲伊讲，讲我呾输你真忝。所以，我毋是民进党员，嘛毋是台联个党员。但是总统选举时呢，我支持民进党，区域地位我嘛支持民进党。但是不分区，我支持台南。咱别人分票，啊，我是无分票。啊，我的朋友大家做拢无分票，拢全体支持台南。可能各个人会感觉讲，啊，你这是有啥物错乱上，太有分裂。其实无错乱，这是一个健康的做法。健康的做法安怎？台湾，那阿叔变波台，我变坤。有需要你们建党的建构，这个是民主建构，这个是文化团体，这是什么？民主建构呢，是要那个替清河建团，还动这个马英九一切邪情恶事，得爱伊做个建构，这是民主建构。
这个是运动团体，运动团体就是讲这民主制度有真个代志呢。你可能有个选票，你无袂讲，伊会方便讲，强烈主张这个运动团体，这两个拢爱存在，袂使欠这个运动团体，也袂使欠民主制度。可能各位呢，感觉怀疑怀疑讲，运动团体甲民主制度是啥物区别？民主政党很简单，目标是要集结这样的反平村，所以爱是选票，所以要对民意行。你基本安怎讲，你就安怎行。若是运动团体，不是运动团体呢，就是讲我有一项主张，这项主张是正确的，我爱坚持落，无论内底有人反对，我嘛爱坚持。这是一个台面的角色。所以说民进党已经转型做民主政党，就一定需要台面。早期第一代的 民进党，其实有哪运动团体，其实我选举哦，拢被当选。就第一代民进党，我去人做选，做歹势，迄阵拢唔要人当选过。所以人做选，甲互我个囡仔甲消遣的，讲爸爸。你才唔爱去国民党做选，因为我做选人要落选呢，伊就我来甲国民党做选，国民党就落选。其实迄阵啊，唔是我做选来落选，是因袂当选，我甲做选，因为我那袂当选。迄阵啊，民进党是完全一个运动团体，就是讲伊想主张啊，迄阵啊呢，反独裁、反外来政权，迄阵民进党是做这个主张。到尾啊，民进党慢慢啊成长，成长到变讲伊有能力执政啊，执政嘛是一条好路。你若执政，你就等于反平分，你掌握着行政权，你就能力，所以这嘛真重要。但是执政的民主政党，你上重要，你爱选票，你爱对选民行。就是讲民主政党跟着多数人走，运动团体。领导大家一起走，这是无共款。所以讲尾下来民进党已经转型比民主政政党，所以一定还阁有建立一个运动团体。这个运动团体甲这个民主政党区别伫底呢？我举一个最近钓鱼台的代志。其实钓鱼台这件代志呢，是对台湾非常生凶。这回输呢，就是台湾输。安怎讲呢？因为咱即马台湾有一件代志，佮比钓鱼台佮较重要，就保台。咱要啊保这个台湾，咱用平衡点。但是咧保台呢，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的国防武力，一条路就是你的国际关系。就是你的国际关系要顾啊真好，因为咱这个台湾的国防武力，讲实的。无法度抵抗中国，绝对爱这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上重要，美国。但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呢，伊最近这台湾对伊的重要性并无遐强。什么原因呢？以前讲台湾是一个讲这个太平洋第一岛链，甲中国规条的。讲迄阵很重视台湾，但是即嘛空军。甲规大非常发达，台湾诶对美国诶重要性无遐强，所以美国诶无一定信你台湾，但是美国会信你个国家，信日本，因为美国有美日安保条约，所以讲最近中国甲日本要冲突呢，美国两只防空母舰一扫，再来就是甲中国讲啊，就即个暗示啊，伊随讲啊就是讲，我袂介意钓鱼台台。其实呢，就互中国表示讲，你著卖打，你打我就解决。所以日本呢，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足重视的一个国家。所以伫台湾，下过美国无咧信，日本伊绝对有信。所以台湾一定甲日本建立真好的关系，这是足重要。其实台联在对于共产党，尤其我们特别强调共产党，我们对共产党，我们
采取坚决反共的立场，哦，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哦，在全世界来讲，它是一个落后的这个制度，哦，制度啊，民主哦，才是真正能够带给人民哦一个那个均富、自由、平等哦的一个这个机会啦。那共产党的。就我们现在看起来啦，都是少数人在享受一些权利，那大多数的人在尽他们的义务。那有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他们到现在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表象，哦，他们是集所有的资源哦，让这个沿海地区哦，哇，高度发展。然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宣传，哦，这个不是。对这个人权来讲，正面的哦，这个台联是反对这个部分。那台联也欢迎中国人来台湾观光啊。哎呀，我们不反，我们对于那个中国人民，哦，他们追求自由民主，我们都欢迎。哦，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这个朋友，将来也能够跟台湾一样，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哦，这是台联希望啊，自己国家啊，这个自由民主了，那我们也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啊，享受自由民主的这个制度，哦，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谢谢。